位置咧喺将军澳站啊。报时先，今日咧2024年2月10日，时间4:10，大年初一啊。咁呢条片咧，我就谂住由呢一度咧行过去康城站嘅，但系咧，我会尽量行喺嗰个地铁路轨上面啦。咁但系咧，有好多系山路嚟嘅。咁而最近咧，应该系行环保大道咁过去嘅。但系由呢一度去环保大道咧，其实系中间有某啲位系冇行人路嘅，所以咧有少少麻烦。宝盈花园呢边是 Popcoin 二期，过得啦。呢度咧有好多人都系咁嘅打车过马路嘅。另外咧呢个方向啦，将军澳广场。其实我今次咧已经系我第五次重新行过呢条路啦，因为我头先咧行到一半嘅时候咧条片断咗，咁啊因为行咗可能1分鐘到就断啦，所以咧决定再行过，咁啊尝试过用其他 memory card 噶啦，因为我总共有7张 memory card 嘅，咁啊逐张试啦，咁希望呢一张唔会再断啦。同埋咧，就系我今日有啲唔舒服嘅，其实我病咗成2个几星期啦，近排都经常病，所以都系咯，搞到咧自己拍片嘅时间好似缩窄得好紧要啊！咁啊，路过呢个啦，移民村前几日咧都嚟过啦，大约都系2个星期前到啦。旁边呢度咧，好似系临时房屋嚟噶。咁如果睇翻地图咧，地铁路轨咧，应该系喺将军澳广场下低嗰度啦，咁样穿过去嗰个回旋处嗰边，再远少少喺个山入边嗰度穿过去嘅，咁啊实在冇办法过嗰边啦。前面嘅系清水湾半岛。嚟到呢个位置，
有炸艇仔嘅。如果唔介意唔好行呢個地鐵上面，即係地鐵路軌上面咁樣穿過去嘅話咧，其實行去嗰邊條橋過去嗰個方向就康城噶啦。咁嗰條路我以前都行過啦。咁今日咧就想盡量行翻去接近地鐵路軌嘅條路啦。弯半径，据我所知咧，如果系最接近地铁路轨嘅话咧，系要行翻出嚟呢一边，但呢条路咧，其实基本上我上次行过啦，我印象系冇路可以穿得翻过去嗰边嘅。嗱，咁系咁依行少少啦。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，而家已經遠離咗嗰個地鐵路軌嘅路段嘅啦。就咁望一望啦，嗱呢條路咧就去到坑口嘅。據我所知咧，呢邊就算我上翻嗰邊迴旋處都好咧，都係冇行人路可以行得翻過去嘅。所以咧，我就翻轉頭啦。地铁路轨咧，就约莫系喺呢一度附近啦，向呢个方向嘅，差唔多系喺呢一度我踩住个位。咁而家咧就会行呢条弯半径。叫做系最接近地铁路轨上面嘅路嚟㗎啦。
嚴格啲講咧，係要繼續咁樣穿過呢度呢座山，穿入去先至可以去到地路軌嘅。咁啊，因為其實呢一度咧就唔可以入去嘅。咁啊，真係俾啲工作人員先行得嘅。咁我夾硬行呢邊啦。咁啊，應該喺呢度嘅下面啦，附近啦，就已經係個地鐵路軌啦。咁啊，唔好理佢啦。呢條路咧，我都未行過，其實去咗邊我都唔肯定。不過沿途咧人都多嘅，所以就唔需要太擔心。呢個位好靚啊！行咗幾步咧，就開始覺得熱得滯添。嘗試緊一路行一路除衫啊，順便望望風景，又唔想條片斷喎。唔好意思啊，除緊件衫啊，搞唔掂啊，等多一陣。哇，好熱啊，頭先。頭先個鏡頭唔知飛咗去邊啊！唔好意思啊，上到嚟都仲係彎半徑。被迫咧入咗人哋屋苑部分添。
我其实系想行翻上去。环保大道嗰边啊，但系唔知点样行好呢？呢度咧写住私家种地啦，闲人免进，咁冇入去啦。呢条原路咧非常之清幽啊！啊，嗰个会写咩呢？摸摸牌先。海濱長廊，呢度会唔会有路可以俾我上得返去呢？就咁睇咧，并不乐观啊！算啦，放弃啦。好多工人姐姐会扎营啦。咁得意啊喂！我之前咧尝试去揾翻条路去上翻去环保大道嗰边啦，不过揾唔到啊。感觉似要咧上翻去佢哋个屋苑上边先过到去，冇办法啦。咁啊，始终嗰边系私人地方啦，我都唔方便入去。咁啊，反正呢条路咧，其实我都未行过。
嚟到呢个位置，前面康城，呢边将军澳，雍明商场、雍明苑，顺便望埋嗰只船啦。高少少先，好啦，继续行啦。呢边个景唔使特别影啦，呢一条路之前行过噶啦，原本系真系谂住行环保大道啊，唉，真系行唔到过去，原来。前面仲有另外一条桥啦，新起嘅。我上次路过咧，应该系两个星期前到啦，都未行得嘅。嗰边就商场咧，全部都影过晒啦。好靓啊！呢度反而咧呢条桥我未行过。
好靚啊！呢度側邊有條樓梯啦，可以上翻條橋噶啦。咁過翻去嗰邊係將軍澳嘅海濱公園。好多人在上面行喎，而家另一个好靓嘅位啦，咁啊有海有太阳，自然就靓噶啦。啊，好高喎！呢、这个将军澳海滨公园啦，咁佢一路行行到去咁远都仲系属于一部分嚟嘅。哇，嗰边好开心喎、啊，唱晒 K 咁样、啊。What's going on？、啊、我都唔知佢讲 What's going on 嚟噶，好大镬噶，得佢哋而家。What's going on？、啊嗰边咧有条比较长嘅楼梯嘅，但系咧又系封咗嘅，唔俾上嘅。张南大桥。连接住的张南隧道，是一条比较新的路，可以由市区入到将军澳的。起完之后其实都可以说是、舒缓了将军澳隧道那个车的、使用量，即刻没那么繁忙。大约行多二十分钟到啦，就会去到康城站噶啦。应该冇咁耐嘅，十零分钟咯，我估。前面那层楼已经是康城了，日出康城。它分开了很多个很多期，可以这么说。咁英文嘅 Lucas Park 啦，咁 LLP 咁样啦，咁所以有一啲
樓咧叫做咩 LP6 啊咁樣咧，講咧就係康城嘅英文嘅簡寫。咁誒係住第六個老婆嘅 LP6。哇！好大聲幕啊！日出康城第十二期，其实我对康城咧系一啲都唔熟嘅。虽然咧我叫住喺将军澳区啦，咁但系咧其实由我屋企行过嚟康城咧都要成粒钟嘅。海柏峰仲起緊嘅，音樂好大聲啊！求其講兩句嘢先 ，cover 一下。地铁站应该呢个方向嘅，但系咧，佢嗰边仲有另一个出入口。今条片咧，真系行得比较快啊！呢度咧就有一个地铁站嘅路牌啦，咁啊指我入去嗰边嘅。哇哟，咁大声音乐嘅，想我死系咪啊？佢哋真系好麻烦啊！好啦，入到嚟呢度咧系一个公共交通会处啦，公共运输交汇处啊。呢度巴士选择咧系唔多嘅，
有唔少巴士路線咧，都係 peak hours 先會有噶啦。290X 796P 上設的795不肯定啊，還有797的上服務啊。 796P 不是喎，有指定時間喎，所以全日服務只有797而已。行得比較快今日，咁即係步速比較快，咁啊好攰啊！呢度就係康城的商場啦 ，Lucas Park。而依度咧就是康城站啦。好啦，終於行到啦，喘曬氣啊，38分鐘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段片再見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原本真係好想咧行環保大道嗰邊過嚟嘅。但咧，真系揾咗條路上嚟，所以退而求其次啦，行咗另一條路，希望大家都滿意啦。好啦，拜拜。